第五十题，表中的甲、乙、丙、丁哪些是有反应发生的？我们在第四九题的时候已经知道，活性大小次序是 W 大于 X 大于 Z 大于 Y， 因为 W 活性大于 X， 所以呢 W 加 XO 是有反应的，甲有反应。因为 W 活性大于 Y， 所以 W 加 YO 也是有反应的，所以乙是有反应的。因为我们的 Z 的活性大于 Y， 所以 Y 加 ZO 呢是没有反应的，所以呢丙是没有反应的。那么因为 W 活性大于 Z， 所以 Z 加 WO 也是没有反应的，丁也是没有反应的，所以有反应的呢是甲跟乙。第五十题问我们说，表中的甲、乙、丙、丁哪些是有反应发生的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甲、乙。